张兰最近只要开直播，几乎都会上演批斗大 S 一家的戏码，尤其是在看到日前大 S 很酸汪小菲是爱新觉罗汪，还公开自己的两亿账户明细打脸汪还在付房贷的说法，以及自己借钱给汪的证据，让护子心切的张兰更是封上加封，直接在直播上穿上龙袍，自称是爱新觉罗兰。爱新觉罗兰，一点不丢人啊！我们56个民族，56朵花。之后还戴上新买的黑色头纱，大大强调这都是他自力更生买的。说我们不偷不抢不刷别人卡，从没做过不劳而获的事。您订婚结婚还刷别人的卡买帽子，而且还是个白的，多不吉利啊！字字句句都在针对大 S 讽刺他刷汪小菲的卡买再婚时的用品。而张兰左手打大 S， 右手也没放过张莹莹。他被发现在抖音按赞超多要汪和张分手的留言。有粉丝认为这或许是助理按的，不过却调出张兰亲自回应我点的，看来是铁了心不想让张莹莹嫁进汪家。